下河谷吃过这个红的吗？梅干菜排骨，梅干菜扣肉我吃过的。梅干菜排骨这个很好吃。姐，我看中这虾了。这个是泰式柠檬虾了。好的，甜口的对吧？甜酸咸。好，我昨天有一个爱滋一百种方式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过吗？他就说让我要多吃虾。这样的，好，谢谢姐。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，多吃虾。好，你也要爱自己姐。好，这啥？哦，好的。哎姐，这个是皮蛋吗？哦，想吃点皮蛋对吧？给你盖上。这是。哇，这好香啊！这肯定贼下饭。这个是皮蛋烧焦豆腐。好，皮蛋我也挺喜欢吃。听你说皮蛋是用鸡蛋做的还是鸭蛋做的？应该是鸡蛋做的。你也不知道。哦，鱼香肉丝我喜欢。酸酸甜甜，酸酸辣辣的都不甜。想，好、想吃点酸辣土豆丝姐。哦，再来一块肥的。好嘞，再给我来个酸辣土豆丝行。好，谢谢姐。姐，那个蛋，不是那个蛋，爆爆馋呢。馋哦。最后配合上一瓶冰可乐，盖一顿简单工作餐就好了。